for launch in 3, 2, 1.各位领导、各位网友、各位球迷以及在现场的所有教练员、运动员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腊月28，这里是2019国乒迎新春会，也是我们球队一年来最开心的一天了。确实是特别的开心，这一年大家都很辛苦，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获得了很多荣誉，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续写辉煌。小胖，你说的很对啊，我想这就是我们运动员每天的生活状态，在训练和比赛中挥洒青春。是的，短暂的放松也是为了更好的备战。今年的第一个大赛就是我们的匈牙利世乒赛，你看龙哥都已经准备把奖杯都准备好了。哎呀，对啊，今天我们队里把7个奖杯都搬到了现场。龙哥，需要我帮帮你吗？那必须帮我，看你想要哪个了。我都盯了一个很久了已经。那你就先搬那个。小胖，你想搬哪个呀？这是，哎，我看看，举一下吧，要不挺有志气啊。男团的你得帮我。哎，你们俩一起，男团的。哎，小心点，小心点。这么多的奖杯，看得我心情都很激动呢。龙队有请。龙队，看到这么多沉甸甸的奖杯，你有什么感受？我觉得祖国荣誉高于一切吧，能够为这个团队和集体带来这么多荣誉，我感到还是非常自豪和骄傲。说得非常好。今天咱们过节，我们不仅把奖杯带到现场和球迷们分享祖国荣耀，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先要把这份春节的祝福送给球迷和网友们。现在有请我的队友们上场。两位队长分别代表男女队先起个头吧。那我先来。猪年到，好运到，我们要祝大家新的一年五福临门，心想事成。猪年到，春意浪，我们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诸事顺利，龙马精神。中国乒乓球队在这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猪年大吉，万事如意。也祝福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接下来请大家回到台下就坐，然后我们就要迎来我们今天第一个歌曲，那就是由樊振中带来的《够钟》。像我这样成就或太牵强，而像你这样每一位也心痒，清楚你未暗示我是我幻想，给我想太多导致内伤，迷药快过回复正常。
够终死心了，当你沉默得高调，当得我力竭低潮，为何信要打扰？过几多痛笑，只肯醒觉才愿退烧，爱不了却偏走不了，别说笑。没有感受，灵魂被你拖走，存在你左右，我恰讨等接受，风沙破灭我未怕，为你步走，经过只有沙没有绿洲，还是放弃无谓献丑，够终死心了，当你沉默得高调，当得我力竭低潮，为何想要骚扰？过几多痛笑，只肯醒觉才愿退烧，爱不了却偏走不了，没救了。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希望自己能跟球队一起取得更多的荣誉，谢谢大家。一蹶不振的我从今起好应该自量，面对高贵漂亮的扮相，便妄想高攀得到金奖，何时落到这收场，枯死在你的手上，风花如此戏一场，为容任你瞻仰，壮观得夸张，你可会流着泪冥想，最终你吐出这一句别勉强。谢谢大家。你这拉我上来干嘛呀？都拉你上来你还不知道你自己应该干嘛吗？哎，你去哪儿啊？这儿。我这您对这个勇于担当责任，我必须向你学习学习。我刚才小胖这歌唱的确实超出我想象，粤语说的确实地道。那是肯定的，小胖他在哪儿长大的？广州长大的，粤语能唱的不地道吗？不过呢，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我觉得没准儿说的比唱的好。哎，所以接下来有请我们女队带来的乒乒乓乓在说话。首先有请第一对组合一帘有梦，有请李佳毅、陈梦。有请有请。哎，佳毅哪去了？说完吐槽大会都开始了。老妹儿，我在这儿呢。啪啪啪啪！瞅你那损粗。大家好，我们是一帘幽梦组合。不知道啊，我的外号叫宝藏。为啥呢？因为你找不着呗，找着了还能叫宝藏啊。我飘向北方。正经点吧，接下来我觉得应该先给大家拜个早年。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事业有成，心想事成，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妈呀，跑偏了。你能正经点不？为什么要正经呢？今天这个节目就是要大家开心，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吐槽，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的组合名字。一帘有梦。大家好，我是李佳毅。我球迷给我起的外号叫大脸。
我的脸不光大还很厚。大家好，我是陈梦，队友们很亲切地称呼我为大梦。为什么叫大梦呢？以前我是一贯噩梦，现在我重新有了自己的梦想，所以叫大梦。真棒真棒。下面我们说说黄领队。黄领队在中国乒乓球队工作30年，江湖人称彪哥。你们看看领队这身板多么彪悍呢。黄领队是云南人啊，然后特别擅长给大家做思想工作，特别擅长用两个词。第一个词，一怒走来。是啊，你看领队从云南走到北京，这一路走来的呀，用这个十一路不容易啊。还有一个词儿，领队是云南人，经常说不清楚，就是开会经常用到的。我们要怀有一颗感恩之心。我们今天的成长，有今天的成绩，都要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个大家庭，这个大集体。在这里，谢谢各位领导，谢谢大家。让我们来说一说队员。我要先吐槽一下陈梦，号称大梦，大力量，大腰板。以前啊，老灾难性做梦，为什么呢？一打消球就在做梦。啊，原来呢，那个有一场球是大家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员赢了12次的一个运动员，他在决赛上依然在做梦。哎，不过最近这个大梦初醒啊，一切还比较顺利。您这个是现在心中是真怀有梦想了。那可不，我的梦是醒了，不知道黄导还在不在莎莎的梦里。那莎莎在哪里呢？莎莎可能还在黄日岛的鸟语世界里。没关系啦，用你的第二个脚趾头发力啦。莎莎是葫芦娃，七娃合体，学会黄日岛这一招，你的未来可期呢。哎，我脚趾头发力了啦。黄日岛平时话特别少，但是他的这个冷幽默和开玩笑段子特别多。你猜我属什么的了？我属于你的啦。你说你为什么那么丑呢？为什么呢？你不丑怎么凸显我帅啊？下一个是曼玉，中国乒乓球队新生代，近两年进步神速。你是一块曼玉，不要太着急，在肖日岛的带领下，你一定会从一个曼玉变成一块宝玉。这里还有一个曼玉比赛常有的一个习惯，只要你看他往看台上一看，那就肯定是跟肖日岛在对视。用一首歌来形容，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哎，说到这个肖指导了，我们现在要吐槽一下教练。女队员给他起了外号钢哥，钢铁直男，说的就是他。曼玉着急，肖指导也着急，肖指导一着急头发都没了。原来啊，肖指导是一个只用洗发水的男人，飘柔就是这么自信。那现在呢？现在只用沐浴露，没准只带洗面奶。那还自信吗？现在依然很自信。为什么？因为肖尔岛帮助张继科完成了445天大满贯的这个梦想。这位奥运大满贯教练是他，确实牛。苦练是他的核武器，绝活发多球。说到这个发多球啊，那肖尔岛这个发多球，我就必须得模仿他一下。他这个给曼玉训练的时候，就是激情常在。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完了，曼玉就累得不行了，哎，这样太累了。完了，接着来啊！瑶瑶、点点 ，come on come on！ 曼玉，你别着急，你以后肯定能打出来啊！那个说到这肖指导，我再说说这个张指导啊，张琴教练，这个也是我的主管教练啊，一名女教练非常不容易。张指导也非常有特点，经常在训练当中经常给队员说的一句话，还有他的动作表情，让嘉义模仿一下。这个等会儿啊，张指导这个他特别，这个基本功特别扎实。对他这个单线防守是不丢的，然后从我在二队带到一队，他一直带我练这个技术啊，这样。来吧，正手全台拉30个不丢，30个拉到了之后，他这样，60个 double 不要停，来，不要停，跑起来啊，还有。还有，我没让你停，你怎么停了呢？怪不得你胳膊肘伤了，都练进手术室了呀。最后我这个脸啊，都抽筋到非常的这个狰狞了。张指导还是说了一句：“我没停，你为什么要停呢？”强大的中国乒乓球队背后有很多人为这支团队。默默的支持，默默的关注，我们也有一颗用领队的那句话说吧，怀着一颗感恩之心，谢谢你们，我们会好好努力，请领导放心。明年我要去东京，为国争光。孙塞，你梦还没醒啊！去不了东京，明年别来央视吐槽啊！我相信我自己啊，李宁。一切皆有可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多多包涵，请大家记住我们的组合名字是一人有梦。谢谢，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哎，丁宁，你觉得他俩刚才怎么样？你问我，这你应该问刘导，让刘导呗点评一下。我一看这个名字啊，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刘毅，是吧？那脸是不是和这个名字是吧，这个组合如果加上他的话，我觉得更有意思。哎，这是一个主意，下一次我们再把它加上。第二个呢，我感觉看完之后因为前面的一段时间他们都是在背一些稿子的东西，不如到后边模仿的是吧。如果他们真正在生活当中训练当中跟教练运动员在一起模仿当中的这个里边才是最大的亮点。我也希望后边的节目是吧，大家能够放松，能够用最真实的东西来去展示自己的才华。好了，台前幕后的大家都已经听到了啊，以后接下来怎么表现就看你们自己了啊。把稿子全撤了啊，替死器全关了啊。听完刘指导点评，我觉得下一组队员应该跃跃欲试了吧。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与众不同组合上场。大家好，我们是与众不同组合。我们的不同主要在于我是来自北方，我是来自南方的。对，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师傅。李子，别睡了，这儿。今天既然是吐槽大会，所以我们两个也是想先吐槽一下我们的教练嘛，我们的师傅李指。对，那你先说，我先说。你先说吧。我先说啊。李指是大满贯教练，我们的师傅。他先后培养了王楠、李晓霞。没有。王楠、张怡宁、李晓霞。对。三个大满贯、全满贯的运动员，非常的优秀。但是呢。虽然他们三个非常优秀，但是好像人生总是不能那么顺利啊，不能一帆风顺，好像遇到咱俩了。对，主要是遇到我俩了，遇到坎坷哈，砍在我俩这儿了。说呀，
哦，那个你也现在也就是个世界单打冠军吧？什么？你现在也就是个世界单打冠军。没有，主要李芷啊培养我们两个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也其实也是非常努力，李芷也非常的用心，也苦口婆心的教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呢，这么多年，你也只取得了世界杯团体冠军，你也就是个单打冠军。什么单打冠军？世界杯单打冠军。咱俩连杯赛都没走出去呢，咱俩以后要好好努力啊，让李芷要见着个锦标是吧？对，让李芷那个头发别那么白了，对，好吗？那个李芷染发剂给你准备好了，小猪给你包邮。有点尴尬啊，那个。那个好，下一个，下一个咱们讲谁呀？我吐槽一下我身边这位吧，然后我想说一个，是不是脑子特别聪明的人发量都特别少啊？为什么呢？主要是我跟小猪可能住过一个房间吧，然后我们运动员吧，洗澡都比较利索，但是呢，小猪呢，大家可以以后注意一下啊，他以擦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温柔。哎，你等一下，谁注意我擦头发了？我注意的，都特别温柔，为什么呢？怕使劲擦头发都掉了。张瑞，你笑一下。然后呢？然后小猪还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吧，就是非常节省。为什么？谁说的？大家都知道。没有，有吗？有。然后他节省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比赛之前头发非常长了，挡眼睛，然后他主动给我发微信说，陈欣彤，你快来帮我剪一下刘海，我这刘海有点长。然后帮他剪完以后，我说为什么要帮我剪，他说他要省剪头发的钱。张瑞，你怎么又不笑？那个那行，那下一个我来说吧。下一个我们来说说邱指导吧，邱一可指导。这儿，那个你觉得邱导帅吗？帅，但是中年帅。稍微有点发福。那你觉得邱导什么时候最帅？打球的时候最帅。对了，邱导2003年的时候是他最帅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一战成名，赢了博尔，那个时候是最帅的时候。哇哇哦。现在也很帅。邱导呢，其实是我们女孩的一个开心果，对吧？他也经常给我们起外号。对，经常给我们起外号。比如呢，我就叫佟丽娅。小猪呢？我叫诸葛亮。孙颖莎呢？沙宝亮。然后呢，还有一特点，就给水果也会起名字。对，他不仅给人起外号，他给水果也爱起外号。对，比如葡萄，比如他管葡萄叫 C 罗。哈密瓜，哈密瓜叫波特。西瓜叫太郎。哎，因为大家都不笑，我们解释一下。葡萄叫 C 罗是因为 C 罗在葡萄牙。然后哈密瓜叫波特，因为叫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然后西瓜叫太郎，因为西瓜是西瓜太郎。哎，张瑞怎么又不笑？张瑞。好，下一个。邱导说完了，该下一个了。下一个是谁？啊，丁宁姐，该丁宁姐了。你说。对，丁宁姐，成绩都不用说了，该拿的冠军都拿了。对，非常优秀。对。但是呢，丁姐，打球非常有特点。我觉得就是从小到大遇到这么多对手，我觉得丁姐是唯一一个可以在近台放高球的人。比如呢？比如呢？为什么这么说？比如就是可能，大家现在质量非常高吧，尤其对左手都知道抽他正手大脚会非常好的一个战术吧。但是丁姐就是在对的时候突然抽他正手，他可以在这儿。拉过去了，也从这儿开始放高球。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把全世界最快的一个球变成一个放高球，最慢的球，最慢的球。哇，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绝技，对吗？对，这个是他打球很有特点的一个点。那，哎，张瑞怎么又没笑？然后呢，我们既然都来这儿了，就是
大家反正年龄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吧，然后我们就借此机会。对对，因为丁宁姐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其实也挺替她着急的，因为丁宁姐也奔三的人了，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她从小一生都投入到了乒乓球的事业，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呢但是我们小师妹嘛也挺替她着急的，因为我们私下关系也非常好，所以呢我们想借此机会替她争一下婚，可以吗丁姐？哎呀，对，我们在这借此机会给争一婚嘛，如果你有彭于晏的身材，还有啊彭于晏是三个吗？不是哦，对，彭于晏的身材，你有陈伟霆的才华，你还有钟汉良的脸蛋，那么你可以以下报名了，对，电话号码都在下面，大家可以来报名排队了。但是最后丁丁姐选不选择呢？还是得听妈妈的话。妈妈的话接下来我们就也还说一下曼玉。刚才那他们的上一组，他们两个已经说了曼玉了，但是这一组呢，我们还是想再提一下曼玉。首先我觉得，你来讲吧。就曼玉最近也是新生代吧，然后成绩非常好，然后打法也是非常凶猛的类型。对，她的反手特别的好，反手技术在女子里边算最好的，几乎完美吧，台内远台防守进攻变现全部都完美啊。对，但是她的其实正手也不错，正手在肖指导的培养下也非常的好，正手但是呢她的正手我觉得还是有点特点的。现在是8点，其实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曼玉正手其实她是瓢中带稳，为什么呢？因为她，我发现有个特点，就是她在早上10点以前她是瓢的，但是呢，早上10点主要以板边和薄皮为主，但是呢，10点以后呢，她就很稳了，就她。这为什么10点以后没毛病，10点以前他总是板边，10点以后他就稳了，所以以后跟曼玉比赛啊，大家尽量在10点以前打好吗？十点以前还有点机会啊，还有点机会。就是曼玉的打法风格，曼玉其实还有一个风格，就是他平时打比赛或者训练的时候喜欢戴发带。对，这个大家都知道戴发带，然后也曾经问过他吧，然后为什么戴发带，然后曼玉说想改一下撩头发这个毛病，然后但是通过实践证明好像这个撩头发的动作依然没改掉，但是发带摘不下来了是吧？而且他的发带很有意思，有一次啊他跟我配双打的时候，我赛前看他戴那个发带啊，是一个绿色的，非常的好看，后边写了4个字，桂林山水。哎，我就问曼玉，我说曼玉，这个发带难道是你去旅游景点的时候买的吗？没关系，以后我们去旅游景点的时候都别忘记给曼玉带一条发带啊，可以吗？给你省一笔钱。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两个在浪费大家一点时间，再说最后一个人嘛，也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人，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也不能说是非常期待吧，主要是非常有特点，就是何卓佳。佳佳，何卓佳，我觉得就是佳佳在哪儿？佳佳在哪儿？在那儿吧。今天那个刘海好像没别出来啊。佳佳剪头发了，今天好像。来说说佳佳吧，我觉得佳佳的佳佳的外号叫我们大家都叫她何卓爱，因为模仿福原爱。然后呢，我觉得她最有的特。最有特点的还是他的呐喊声吧，反正大家也就都听过吧，最经典的可能在集训的时候，60个人同时在水深火热的打比赛，但是只要何卓佳一投入了，所有人都没法投入了。大家稍微有点心理准备，我稍微模仿一下何卓佳的喊声啊，行了，有点心理准备啊。这还是何卓佳在九平之前的喊声吧，如可能要是赢了还要加长这个长音。啊、对，这是何卓佳的喊声。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的，大家都知道他可能体能方面稍微差一点吧，然后但是呢他打球我没觉得他体能差，主要体现在于
主要他的正手也是反手，反手也是反手，全台都是反手。但是在他赢的那一刻，腿瘦的特别快。这个时候没觉得他体能差啊。所以啊，这一瞬间的这个爆发力啊，也是他常年积累下来的，对吗？所以啊，也在此啊，我们很多人也要向佳佳同志学习，可以吗？好了，随着何哲佳的腿一收，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也该结束了，我们也该收尾了。今天我们两个也是第一次配合，也是参加这种晚会，也非常的开心。然后也感谢这么多年，也感谢中国乒乓球队这个大家庭吧。然后呢，趁着这个机会，我们也想给现场在座的领导、我们的队友、教练，然后呢也给大家拜一个年。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大吉，然后也祝大家身体健康，顺顺利利，然后也希望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能够续写辉煌。谢谢大家。谢谢。哎，队长，我看你们女队这节目又热闹又扎心啊，我看还有吐槽你呢，你啥感受啊？哎呀，我看就他俩刚刚帮我征婚那态度，我是很难结婚了。哎，我也挺闹心，主要刚才我就是没有麦，因为我麦我在底下我就怼他了。是的是的，这大过年的也不能不给球迷的福利啊，现在就到球迷福利时间。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舞台交给李庚。哎，好，又到了今天的这个哎乒乓幸运大抽奖的时间了。那么大家如果网友们在新华网收看我们的节目，将机会获得由李宁提供的球员亲笔签名的卫衣。那么如果在其他网络平台收看节目的呢，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国乒春晚提供的这个新春贺卡。那首先呢，我们有请第一位的来和我一起抽奖的嘉宾刘诗雯，有请。哎，大屏幕已经有了啊，您哎站在这儿啊，这个是机器啊，不是站在我旁边来吧，好吧，离我那么远干什么啊。哎，这个是你那个要抽奖的奖品吗？对，同款。同款啊？同款。有签名是吗？没有签。可以有是吧？可以。这是给网友的奖品。对。那你先给网友提一个问题，第一个回答正确的会有我们的这个你提供的奖品就到手了，好不好？准备什么问题？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刘诗雯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知道哈，太简单了，对不对？网友知不知道？来总结一下吧，2018年，自己觉得表现的怎么样？表现的一般吧。一般啊？啊，对，是吗？希望能够，把运气留在2019。哎，那对19年什么展望和期待啊？就是继续努力，对吗？继续努力之后呢，我们的抽奖应该已经抽出来了。那各大网络平台会在后台抽出第一名答对我们的这个你的问题的啊，幸运观众获得这件衣服，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对不对？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来，你自己都不知道吗？商量一下是什么？吃肉。什么肉都行是吗？对。啊，不是啊，就是各种肉吧。各种肉，是肉就喜欢吃。哎，好，要涮肉、烤肉。对，这个还有什么？红烧肉。好嘞，不知道网友们有没有回答对这个问题啊？我们谢谢你啊，请你台下就坐。我们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抽奖嘉宾，叫做谁呢？许昕，有请。来，许昕老师，怎么样？最近过的啊？挺充实，挺充实啊。那给网友们出道题吧，好吗？你的问题是什么？我拿了多少个世界冠军？你拿了多少个世界冠军？这个你觉得对于网友来说是个难题吗？
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对你来说都是个难题。对，因为我刚上来的时候我还仔细确认了一下。是吗？哎，那对于网友来说应该有点挑战性了这个。哎，我们看大屏幕，这个是你要送的奖品是吗？对，就我现在穿同款。对，你直接脱下来给发给他们吧。啊，没问题。啊，签证名。没问题，就仅此一件。哎，好。哎，听说你有好多这个粉丝给你起的外号，是不是？就是都有什么外号你自己知道的？我不太清楚，因为太多了。队里人也给我写。黄金左手之类的。啊，这个都是比较正能量的。还，这个，你还有好多负能量的外号。这算昵称啊？我们主席给我起的大蟒，一直活到至今。啊，然后呢？还有吗？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够用了。我听有一个叫全民艺术家，人民人民艺术家什么意思？我一直没看明白。嗯，这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只要带家这个字的都是比较高档次的，就说身姿应该特别飒爽。 对不对？嗯，然后哎，这个时候不知道我们的后台网络有没有抽出第一位的幸运观众，获得我们的这一件，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暴，像暴风的意思，对不对？像暴风一样行动起来，对不对？好，那接下来许昕来公布一下你刚才问题的答案，好吧？获得了几次世界冠军？17次。17次，那究竟有没有第一位获得我们的，哎，第一位回答正确的网友究竟是谁呢？那么来恭喜一下。谢谢您，谢谢您来抽取我们的第二位幸运观众。那么恭喜我们的获奖的幸运观众。那么接下来我把舞台也重新交给马龙和丁宁，好吗？谢谢谢谢。好，咱们走。啊，其实我们队喜欢音乐的队员还是很多的。当然了，我觉得咱们除了平时的训练以外，可能业余的时间包括比赛之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都是通过音乐来放松心情吧。那下面我们就有请我的队友程静琪引航为大家带来一首《我可以》。有请。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幸福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有地址的心，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
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哦，幸福它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感谢陈绮琴引航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想有一种粉丝就叫队友粉，看看刚刚台下我们的队员也都是非常的激动，小小的荧光棒都已经挥舞起来了呢。啊，接下来又到激动人心的时刻，继续给粉丝们送福利。啊，那看来我又要把舞台交给李庚老师了。交给我也交给你们，因为接下来两个抽奖嘉宾是你们，来到我这边来好不好？那你们谁先来提个问题，给网友们提个问题，对不对？女士优先吗？那行，我先来。来啊，问什么问题？我的问题很简单吧，就是，我的球迷或者很多粉丝都会管我叫一个外号，这个外号是什么？啊，铁杆粉丝应该都知道这个外号。我觉得应该基本上都知道。来，请抢答，好不好？抢答的时候咱闲聊几句行不行啊？丁宁队长啊，能不能总结一下队员们同学们啊2018年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啊？我总结大家我总结不了，我只能总结总结我自己。哎，那也行啊，来说说。我觉得喜忧参半吧。喜是什么呀？喜是自己一年到头我觉得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进步吧。哎，忧呢？忧是因为我觉得虽然这一年自己很努力，但是也确实有很多地方做得还不够，然后也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里边有一个更好的面貌展现给大家。好，那今天挺忙的啊，又有节目又跳舞又是主持人啊，还要当抽奖嘉宾，怎么样，今天累不累？虽然有些辛苦，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能够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其乐融融，所以我觉得不累。不累，行，那这时候奖也抽得差不多了，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这个外号自己说感觉有点尴尬。那是什么？来，哎，他们有人说出来了，对，大宝贝。大宝贝，猜对了没有啊？恭喜这个第一位猜对的朋友啊，接下来该你了啊。哎，这个衣服同款，刚忘了说同款，这个要送出去的是不是？对，是这件吗？还是还有其他的？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啊。那送出5件也无所谓是不是？那就要看我们的赞助商李宁同学。我们的李宁赞助商能给我们公司这个能给我们拿多少件。好好，那接下来马龙看有没有马龙的礼物啊。哎，也是红色的，是这件对不对？对，主要过年了，再穿点红喜庆点。哎，这个好。那马龙，你的问题是？问题，我现在世界排名多少了？世界排名多少了？这个估计不是那个真实粉丝，我估计不好猜。还真是，也得是铁杆粉丝的问题。怎么样？对呀、你也是队长，
对对对，来总结一下，18年，总结我呀？队员们怎么样？你怎么样？喜忧参半。哎，喜是什么？嗯，喜呀、啊，嗯，喜是为中国男队夺得了世锦赛冠军。哎，忧呢？忧啊，忧！现在身体不太好。忧，怎么了？啊？怎么了？这是身体不太好。也需要大修一下，保养一下，不是大修，保养一下。保养一下。一般那个车也得有什么3年小保养，5年大保养的。啊，那是因为这个家庭事业难以兼顾啊，导致这积劳成疾啊，还是？这个还真不是。啊、不是啊，那你这人生必定的经历。是，那我就替粉丝问一个，你这个事业和家庭怎么完美兼顾到现在这样？比我兼顾完美的多了是了。是吗？你觉得刘老不是兼顾挺好吗？也是啊。好，那么这个中奖的已经应该选出来了，来公布答案吧，好不好？12，好像是12。12名，最新的是不是12？是不是？12啊。好，那恭喜我们获奖的两位朋友，那接下来舞台还是交给你们俩，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哎，龙队，你还记得前2年在手机里边有一个游戏叫一个比划一个猜的那个，就是考验队友之间默契的那个？我太记得当年我跟季科玩你跟刘诗雯的时候，以为你俩不是体育运动员呢。嘿，你是哪壶不提开提哪壶是不是？行，不，所以呢，我今天不玩啊，我呢，咱们当裁判行吧？然后呢，今天呢，这个考验默契的这个题呢，基本上都是咱们乒乓球的专业术语，所以一会儿上来的同志，你们可得好好努力了啊！考验的呢，就是运动员互相之间的默契，一个比划，一个猜，在90秒时间之内，哪一个队猜的最多，哪一个队就获胜。好，那就来看看大家的表现了。先请女队队员一试身手，有请孙颖莎、孙明阳。有请，有请。你们两个谁比划谁猜？我比划。你比划，比划到那边。来，猜的在这儿。好。看这儿吗？你一会儿看这儿，你不能回头。好，那就各就各位啊，听我口令。开始了。预备，开始。正手。过。哎。不能说话啊。几个字儿？四个。哎，不能说话。可以说话，但是不能说这个。这是什么？回头。第一个字。回。过。告白气球谁唱？周杰伦。对。我什么打法？右手。两个字。两。反胶。我什么？我什么？什么？姿势。右手。右手后面。过，有一个电影，现在出7还是8，我也不知道。就是你那《速度与激情》不是，你黄老叫你什么？金刚。对，什么金刚？前面还有2个字，电影名字。什么金刚？变形金刚。对。那个正手动，正手爆冲。对对。这是什么？钱。有一个词语。眼睛掉钱眼里了。词过。那个，我是那。哎呀，我都着急了。那个凤凰传奇唱的5个字。天边最亮的星星。不是，就那个词5个字。不是，哎，我是忘了。歌名5个字，忘了。哎，过。哦，这些名字过了已经。刘主席什么打法？直板。直板什么？直板快攻。直。胶皮。直板反胶。有胶了。下一个。下一个，说了不能算。过年，然后4个人在家干嘛？打麻将。对了，
好，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吗？应该时间到了。时间到了，猜对，猜对了六个七个呀？六题。好。哎，没有。下一个，那我们就有请下一队吧，男队队员林高远、梁靖昆。你们谁比划谁猜？我比划。你比划，那边请。为男队加油啊！底下给男队加加油了，可以。哎，可以，预备开始。Spiderman。你这太考验梁靖昆了，英文。那个爬墙猪，哎不对，哎过。下一个。运气球打到，对。对。下一个。I love you， 中文三个字。我爱你。对。下一个。小学开学之前要做的那个准备活动，四个字。哇。四个字。下一个。哇，过吧。过。老，啊，过。这个。啊，这个。龙哥的粉丝是吗？有龙。不行，过。你这比喻的，还没抓紧。过。这不是我的问题。提呢？下一题。到了，是吗？没提了。那你这属于比赛意外啊，挺欠。但是你们只回答，目前为止只回答对了两道题，我估计你们怎么回答也赢不了我们女队了。没有办法，我俩那题不够，没办法，那过得太慢了。时间都到了，你们要下去了。你俩回去好好学习学习吧。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我们光比这个，我觉得也不行啊。对呀，刘导，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得您出马，您说说，我们还得比什么？我觉得刚才那个比法不好玩，应该写出一个我们球队运动员、教练员的名字，让他们去模仿来去猜，这样呢大家都知道，也容易。就像这样的成语啊和打球没关系的，咱们就少想；跟乒乓球有关系的，咱们就多想。行，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您来当主持人吧，您来 Q 现场，大家各位，谁来上来表演和猜？我听懂你的意思了，我当主持人，你当主席。没有。那我们接下来，下面有请模仿的嘉宾吧。谁呀？自告奋勇一下吧。这个时候体现你们。后面的朋友举起你们的手，刘导，你点两个吧。点什么呀？就是谁上来模仿，谁上来猜。我以为点菜呢。模仿，方博，就一位吗？严，这哼哈组合，这不能猜啊。那就。有请他俩吧，把舞台交给他俩。对，有他俩在，我估计你们俩可以歇会儿。好嘞，博哥刚拿完冠军，借着这劲儿好好表演一下。喂，我你比划啊？你来。行，然后，但是这个出题得刘主席出。模仿谁呀、啊？模仿谁？我哪知道你模仿谁呀、啊？得猜啊！就是我比动了，他猜是吧？那没人名，你怎么猜呀、啊？那我就先来了，你猜吧。要不然换一个吧，就先往前进别的，待会儿写几个名字不就完了吗？好吧，这个快进，哎，你们俩快退。
我们应该站这儿哈。我们国家队是一个非常团结的集体，大家在平时训练和生活中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对的，我想大家的默契也都是在这里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建立起来的。谢谢我们的队员，所以请我们的队员稍事休息。哎，龙队，我看今天晚上这节目单发现一问题，男的都在唱歌，女的都跳舞，这是什么情况？这说明我们男队平时训练太累了，练完都回房间都动不了，只能在床上动动嘴皮子，不像你们女孩练完习还有劲儿在那跳舞，说明你们训练量确实差点儿。嘿，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我们这叫什么？我们这叫劳逸结合，换一个方法调整自己。那就下来，接下来让我们他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背叛》，我们可以猜猜他是谁。好嘞，请上场。这歌唱的太投入了，你要打球有这么投入我估计你早成了。
一个人在场上显得有点孤单，刘春你上来顶替一下。你这唱完了我们还不知道你是谁呢。先加一下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吧。丁宁准备下面的表演，然后我先客串一小会儿。让我们来问问玉东，你为什么上来唱歌就还戴个面具，搞得这么神秘？因为我觉得我的颜值不如我的歌声留在这个舞台上来得更正确。咱们开场的时候女二队已经跳了个舞，听说男二队也准备了舞，准备了很长时间，我觉得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了，光训练不比赛也没有用啊。那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吧。有请乒乓少年。感觉他们这个舞跳的怎么样呀？
我看中间还有一个男孩表演了一段 B-box， 看来乒乓队这个多才多艺的人真的特别多。大家看，现在台上就剩我一个人主持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龙队马上要参加下面的这个节目。现在有请乒乒乓乓在说话的男队员登场，有请第一个方博。大家好，我是方博，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也希望在刘主席的带领下，2019年我们能包揽所有的冠军，然后2020年东京我们能拿下所有的金牌。前几年不是那个前年国乒的春晚，然后我们表演了一个模仿秀，然后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然后网友和球迷们给我们取名叫活着不好吗？然后在教练组和所有队员的那个推荐下，好，我又来了，但是今年没有肢体语言，都是靠嘴啊。下面我就开始了，先说一说肖指导吧。大家都知道肖指导有个儿子，然后我是没见他儿子在他面前笑过啊，基本上都是哭。大家都知道肖指导非常严厉，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出息，然后那个他儿子整天啊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但是呢非常愿意跟我玩，为什么呢？因为我俩有共同话题，就是一起诉苦。然后那个但是前几天啊，肖导跟我夸他儿子了，我夸得特别狠，我说这怎么回事今天？然后那个肖导跟我说了，说啊我老婆前两天那个出差了，然后我也去带队比赛了，然后家里安了个摄像头，然后发现什么呢？肖可文居然半夜跑出去玩，然后很晚很晚才回来。肖导气的我说你别激动，肖导，我说你变相想一想，你儿子说不定替你扛了一枪。肖导这边反应过来，你说的有点道理，我回去必须奖励，要不然我就遭殃了。然后那个我再那个说一个队员周宇，大家都知道周宇是一个非常梗的人，经常是一个问题我们来探讨，十个人梗他一个梗不过。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之前我出去老喜欢开车，然后他驾照那会儿考得慢，比我考得晚，然后他说你开车开得太差了，水平太低了，就老说我，然后我说你把驾照考下来你再说。过了半年，周宇考下来了。有一次训练，那个张继科说，那个周宇，你帮我把车开回去。周宇说行，我跟严安啊坐在副驾驶，坐在后边，然后那个拐了两个弯以后，我一看反光镜，我大哥你这拐弯反光镜没掰过来。周宇这会儿要面子，非说自己开车开得好，给我俩扔了一句，哦，我开车不看反光镜。我大哥你开 F1 呢。然后那个国家队啊是一个复合型的团队啊，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有主力，有年轻运动员啊，还有陪练啊。下面我说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个人啊，世界第一陪练小崔，崔静蕾，那个能站起来打个招呼吗？穿毛衣那个。为什么说他是世界第一陪练？主力都喜欢找他练，状态低迷的时候只要找小崔练一节课，状态立马回来。那个他主要认真不说，主要练一节课，一节课都在夸你，哇你正手太爆了，哇我板都快漏了，那夸谁一节课谁能受得了，谁会没自信。然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封闭训练他跟马龙在训练，然后那个刘主席在旁边看着，然后小崔跟马龙练，小崔侧身一板爆冲啊，马龙防了一个直线，小崔上去又一板爆冲啊，冲死了。然后刘主席说那个这时候防得不好，马龙再防一个，然后小崔可能没太理解，然后又一板爆冲，小崔又防了一个直线，马龙又防一个直线，小崔上去又一板爆冲，哇这会儿刘主席着急了，说马龙这时候怎么能这么防呢？然后过去指点马龙，说了半天，马龙点点头，好，我知道怎么防了。
这会儿小崔大概是明白了，然后忙着那个刘主席说再来一个，小崔侧身一本爆冲，马龙一防，小崔倒地上了，我这球防得好。好，连续五个没扑到球。那个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然后我下面有请下一位那个表演者严上台，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严安。祝咱们国乒在接下来所有的比赛吧，也不算是19年、20年或者是以后，就是所有的比赛我们都能，继续我们的好成绩，然后在东京包揽我们所有该拿到的金牌。谢谢大家。下面来开始我吐槽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出过什么像样成绩的队员。其实我心里边其实挺不满意这个称呼的，但是又没办法。就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事实老是一次一次老打我脸。就拿一个那个亲身经历的事跟大家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国乒有这个热身赛，完了来了很多的粉丝和球迷，他们有的是追这些奥运冠军啊、世界冠军、大满贯，这他们的粉丝多很正常。但是呢，我就想在这儿通过咱们这个春晚跟这些粉丝们说一声，就是你们追明星没关系，下次给我们这种队员留一条活路可以吗？就是我就感觉我像是他们的一个绊脚石一样，被拳打脚踢的，就瞬间淹没在人群当中了。完了我就想告诉他们说，我好像还有比赛要打呢，你们稍微轻一点可以吗？然后确实在这里开个玩笑啊。也感谢这些粉丝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们运动员和对国乒包括乒乓球的这些支持。上一位方博，他一般吐槽教练呀、吐槽别人的时候吐槽都特别起劲。完了刘主席特别早之前就批评过我们两个这个问题，说你们两个为什么看别人的问题看得这么准，到你们俩的问题的时候定位永远不准确。完了我下面呢就想深刻检讨一下我的队友方博，然后呢检讨一下，替他检讨一下他的问题。他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啊，就是怎么个自信法呢？有一次我们去公开赛之前，有队员问他说，博哥，你要是到了国外你怎么跟老外交流啊，就有的事儿你不明白怎么办？方博特别自信跟人说，没问题，我英语小时候请家教学的，一点问题没有，跟老外沟通全程英文。我说行，然后就被我看见了。到那儿以后果然啊，看方博跟人说特别流利，沟通什么的特别流畅，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发现好像最后用的不是英语，是用的手语。然后刚才呢方博也吐槽了一下肖指导，那我就觉得我再补一道吧。因为原来肖指导带我们两个人封闭训练的时候，这个队医大夫每次要带去的这种比如说肌肉贴啊各方面的这些护具绷带是有限的，而且说实话肖导那基本是给我们运动员用的。但肖导喜欢打羽毛球，肖导他的两个脚腕包括什么的伤又特别多，我每次看可能至少得有1/3的肌肉贴是被肖导用完了。完了每次到了这个那个热身赛的时候，说肌肉贴，大夫说肌肉贴实在没了，全被肖导都用完了。然后呢最后呢在这里边我也想跟这个女队的体能教练啊，主要是女一队的体能教练，就想跟教练请求一件事儿，就是以后千万别再安排女队这个足球的体能训练了，就因为这场面实在是太壮观太恐怖了。他们踢足球我觉得那个不是踢足球，就围着一堆球惨叫。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下，一堆球，一个球在中间，大家围了一个圈对着球啊，谁也不踢啊，我也不知道那个是球还是仙人掌，反正就特别恐怖。然后终于有一个人鼓起勇气捅了一脚，然后一圈人围着又一圈跑到这个角里继续啊继续叫。然后这个就是我想稍微吐槽的一个点嘛。完了下面有请咱们龙队啊。龙队确实是没什么可吐槽的点，我也不太敢吐槽。完了因为什么呢，六边形战士这个名字太吓人了。这六边形战士一般是在游戏里边属于是土豪玩家充钱才能达到的这么一个高度，就是龙队属于在乒乓球里就已经达到了。完了下面也知道龙队说话可能
声调比较低一些，让龙队给大家做一个催眠报告。完了，想上厕所的现在赶紧去吧。那个，大家好啊，那个我看怎么没人上厕所，还有几个人上完厕所回来了。这人家都说只有同行之间是赤裸裸的仇恨，你说延安纯属是这样。作为我来说，两年前其实参加唱歌了，两年以后玩个吐槽，说明我还是很全面。我这么全面的人怎么可能无聊呢？所以说本来这次节目之前我问许昕，我说许昕，这个你这个节目你吐槽谁呀？我说你吐槽我吧。他给我来个你没点，他说他点挺多。我说行吧，那我这么听话的人我只能助你一臂之力了。那说起男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说什么演艺界有什么三大男高音、四大舞王，咱乒乓队也有，许昕这属于三大男杯王。首先这个杯啊，不是像我之前那种头型杯，也不是像高远那种悲剧的杯，是吧高远？高远的没事，我应该恭喜你今天刚拿完冠军。其实这个杯就证明那个正手用的比较多，步伐用的比较多，正手杯也外号有这个乒坛纳达尔之称。说起这个，其实也应该说说他的上一任，上一任就是我们马林马指导，上一任三大男杯王。其实现在这个确实，这个马哥从当年二十年前99年就是小中分，现在背的头发有点小稀，现在确实现在这个时代发展了，大家看比赛都能用网络，都能看得全。因为我们小时候看马林比赛拿摄像机都看不全，有时候经常跑比赛外那个摄像机外面去比赛，都不知道怎么打过来的。马哥因此得了一个外号叫面积，为啥叫面积？长乘以宽，所以叫面积。马哥不管什么场地最后挡板都能踢着，无论是一米还是五米，最后挡板全干漏。然后再说到许昕，其实许昕啊手感确实不错，但架不住接发球老接半高啊，所以你这个艺术表演一般都在3米以后。这也就好比啊，一般看踢足球有人光光爆抽远射，但我们一般看都是梅西 C 罗那种细腻的技术过人呐，这种传球。所以我说这个你懂吗？啊，那其实现在许昕又多了一个外号叫人民艺术家。这中国这个90年代这个老板多，2000年以后这专家教授多，现在这艺术家也这么容易得了吗？连刘老都说他们那年代这种艺术，你这种艺术家太多了。这确实也是说明我们这年代这个技术发展啊确实简单暴力的不少，是吧小胖？哎，小胖呢？其实小胖在球场上还是比较暴力的，但场下还是比较听话有礼貌，队员就是那种连上厕所使劲使大都得起来对猫的说对不起对不起啊。所以谢谢大家，我是马龙，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能看出来龙队真的太全面了。我想问一下刘导，你点评一下刚才这个吐槽呗？你觉得吐的怎么样？是男队吐的好还是女队吐的好？我觉得这都不用看，听就听出来了。没有可比性是吗？我觉得都很好，至少大家很努力，就像勤奋和机遇一样，是吧？两个不可或缺，是吧？如果缺了女队的吐槽，就显不出男队的吐槽。我们还得继续努力。我想能说的不光是我们运动员啊，一会儿教练员也有话要说，但是呢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有请李庚。好，接下来又到了抽奖的时间了，那回答正确的网友呢可以获得我们由李宁提供的帽衫，还有我们国乒新春会提供的新春贺卡。首先呢我们来有请第一个啊抽奖的嘉宾樊振东，有请。哎，大乒乓人已经有了啊！这件衣服是你要送出的礼物是吗？对。啊，听说这是也是为你私人定制的一个专属款，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啊。花钱就能买到。花钱就能买到，但有你签名的买不到，对不对？对。这是唯一的一件。对。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我平时喜欢听谁的歌比较多。平时喜欢听谁的歌比较多？先留个悬念啊。你这个粤语为什么说的这么好啊？为什么唱的这么好？小时候苦练过。苦练过呀？练了多长时间才？就为了今天这个舞台。就是小时候本来想出道当歌手，意外就当了乒乓球运动员了，是吗？小时候太胖了，不太适合现在这个发展趋势。啊，小时候想当歌唱艺术家，是吗？当不了艺术家，只有许昕才配得上艺术家。嗯，好，那短暂的这个闲聊之后，我们的这个幸运观众应该已经出来了啊，咱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不好？啊，确实，平时确实比较喜欢听粤语吧，可能也是听陈奕迅的歌会比较多，所以正确答案是陈奕迅。好，恭喜回答正确的网友们。第一个网友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一件衣服。好，谢谢你，请你台下就坐。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下一位抽奖嘉宾林高远，有请。哎呦，这个略显稚嫩的照片是这几年拍的吗？没有，今天那个不是过年嘛，然后刚好那个背景有一个比较喜庆，所以说是昨天拍的。啊，昨天拍的呀，看着挺稚嫩的。好，来说一下你给网友们出的问题。我问题很简单，就是我就穿了这么多款李宁的衣服吧，然后我就想问一下网友，我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哎，这个问题好像变数挺大的。你最喜欢的李宁衣服是哪款？就出镜次数最多的。哎，这个应该粉丝应该知道，对不对？铁杆粉丝应该知道，你的铁杆粉丝应该知道。对，这如果是关注我比较多的，大家都会知道的。对对，应该是铁杆粉丝专属问题，对不对？那怎么样？依照惯例说一说，这个回顾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好不好？总结一下，是什么？喜忧参半是吗？那件衣服其实已经上过镜了，就是樊振东穿的那一款的藏粉色。所以你现在是公布答案了是吗？对，不是，还没到这个环节啊。先让你对这个总结一下过去，展望一下未来。2019年有什么？哎，2018年自己觉得自己表现得怎么样？啊，我觉得自己2018年还是。大起大落吧，也是经历过很多一些磨难吧，也是感受到很多一些宝贵的经验吧。啊，跟喜忧参半不一样了，是大起大落是吧？大起在哪儿呢？大起可能去年也是自己获得了世界冠军的头衔吧，也是有这个荣誉能够代表中国队去参加比赛吧。落呢可能就是去年的最后一个比赛，自己在决赛中可能是失利了吧，也是对于一个冠军的渴望，可能最后还是没有去赢得这个冠军，就是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是吗？对。好的，那接下来公布答案的时间到了吧。哪一款呢？就是描述一下樊振东那一款的藏粉色。樊振东那款，现在穿的那一款。没有，他照片那一款。啊，照片那一款，那应该网友们应该是很清楚那款是哪一款了，对不对？好，那恭喜一下啊，第一位回答正确的网友。好，再次把舞台交给主持人，有请马龙。现在又换我一个人登场了，丁宁带着他们女队队员去准备他们节目，因为女队队员为了这个节目还是排练了很久，对灯光、舞台包括化妆都有很高的要求。下面我们就有请女乐队的表演，街舞串烧，好嗨哦！
solo。好嗨哦，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3, 2, 1, 好嗨哦，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好嗨哦，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看得出女队这些队员是非常用心的在准备这个舞蹈，也确实让我们看到这些女运动员们在赛场以外的另外一面。我觉得这也离不开舞蹈教练的对他们的这个指导。啊，听说女队最近也添了几个教练，我刚问丁宁了，丁宁说什么新教练？这些教练不是看着他长大的，以为跟哥一样呢。但其实这些教练都还是非常能砍，但有一个毛病，刘指导一来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说话，立马立正了。听说他们今天有很多话要说，那咱们就继续乒乒乓乓再说话。有请马林、邱亦可、陈启、王浩。教练的待遇能一样吗？有凳子你看了吗？虽然不化妆，但是有待遇还不错。没有台本没有化妆的，这待遇好像谁是差点，再没一个凳子、哎、你们基本上崩溃了。你们等会儿还有一件事。又有什么事儿啊？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哟，看看大屏幕吧。哦，放早了，这是一个意外，这是一个意外，这是意外。放不是，哎哎，这什么比赛啊？这是这是奥运会吗？对，我不知道这什么比赛，没见过。这不知道，以为奥运会决赛打赢了呢，这什么情况？获得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哎，方波，你刚才找谁呢？别的，高兴。放早了吧？拥抱在一起，这是团队的力量，也是整个团队所付出努力的一个成果。那个。先刘导先说两句吧，这有点不是惊喜，惊吓了。啊，这四个队员啊、哦，现在是教练了，是吧？这几个新的教练，应该来说也是我们在座这些队员的前辈，是吧？在当运动员时期的时候。都挺能砍的，而且挺能说的。括号我不在的时候，我一在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吧，都是用脑子比用嘴多一点。但是今天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吧，去展示是吧，什么叫入队教育，乒乓的传统文化是吧，是在点滴当中，不光在球台上，不光在场上，场下一样可以教育这些队员是吧？就比如说刚才那么精彩的一幕，下边交给你们了。那你们，你们给点掌声。你们可以开始了，我先下去。完了，这节奏又打乱了。本来上来的时候开始不是这节奏的。那个，我们几个人上来以后，你看我们有话筒，有话筒就有话语权，一有话语权，我觉得大家都慌，对吧？我们几个人刚才主席介绍了，说我们几个比较能聊，所以现在话语权在我们手里的话，大家心里都比较忐忑。是吧，球儿，你觉得呢？对，例如方博，国乒第一球星，号称自认为（括弧）又是网红。我觉得方博呢，其实应该感谢我。那当年我老不掐你，你不给你掐成网红脸，这种这个轮廓啊，这些都给你弄得挺好，你能当网红吗？对吧？而且这大屏幕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用，因为
我刚看着这个队员都有这个提示板，这都记不住，怎么记住球呢？我觉得，对吧？兄弟，早知道的话，你掐掐我就好了。你不用掐，我这红的有点晚。不是，你红的挺早，你的脸不太好掐。不是，你一直很红，你一直很红。我的脸掐的比他舒适。但是，博哥现在主要的战场在机场，对吧？赛场上已经很少能看见博哥的身影了，而偶尔亮一下也躺在这里。不一定，不一定，这两天有亮点。一个做场外，再一个，是吧？刚才这个大屏幕已经放了，要不然再放一下，让大家再看一看，看一看那个微表情，看一下他的微表情啊。没了。回放的过程当中，你们可以加解说。微表情呢？微表情，观察表情，表情观察对了有奖。心里独白，让邱一可说吧。心里有独白。这个方博其实这个球打完以后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你看神快点男子团体冠军，对，我看到马龙哥也很激动啊，作为一名老将曾经经历过无数的世界锦标赛。没有，其实我帮方博独白出来吧，其实方博这个比这个比赛打完以后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是，我拿了一分半又把许昕赢了，双打也赢了，怎么没人过来拥抱我，躺半天了，然后看半天别人过来以后自己觉得挺尴尬的，站起来拥抱人家，他其实你要把位置摆正，你就是个配角，你知道吗？你非把自己当成主角，这不大好弄了。本来就是吴孟达老装周星驰，你知道受不了。 对， 对你这个，哎，我跟你说，你其实啊就是一个小可爱，就不要总走那实力派，没有意义，你知道吗？我告到保障团了，我觉得你看看我们这里全是这三个人哈，都是保障团的，尤其是这个马林，你看2008年两块金牌，2010年莫斯科的时候，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拿了两分，决赛挽救了这个男队。好汉都不提当年那点事儿。关键到2012年了，你这是怎么做饭去了？这胖的比较快，你知道吗？就是胖的快了一点。那我为了主力们把比赛打好，我这左一个菜右一个菜的，我得先尝啊，对吧？我觉得我爱吃了，我估计这帮主力也能爱吃，所以那体重不就随着菜量这不上去了吗？你看像古代的公公跟世菜。有那么毒吗？平常晨起都结巴，在这会儿怼人家的时候不结巴了。还好还好，晨起一般是聊有用的时候结巴，聊没用的时候全那个不结巴。手抖这个事儿，其实说实话我当时真不知道，当时也就是主席提醒我，你为什么抖？就如果他不提醒我的话，我没法不提醒你。奥运会我给你递水，你水都洒出来了，你手抖我心抖啊！其实我当时真不觉得，后来一提醒我，不行了，我这个怎么回事？就很忐忑。对，要说做菜的话，那肯定起的做的比我好多了。啊，当时在伦敦的时候，还是你是掌我厨，主要是买菜，你是掌厨。不，我买菜，啊，买这些后勤那些大家所需要的。你付钱，我拎的。不是，他其实没怎么拎，当时那个照片拍出来的时候，其实买完菜以后我们几个都拎着呢，马林一看有记者来了马上抢过来自己拎着了。我没看，我们有点像无名英雄，他拎着了，其实他没有拎，他大的甩走就走了，我们拎着巨累。兄弟，我主要为了中国这些球迷，你俩的颜值照完也没用啊。我照完以后，这不显得中国乒乓球的颜值，对吧？一个比一个，你俩的上也不丢人吗？马林，你这再做菜，你也没有陈启做的好啊。陈启那当年，想当年那也是做的可以的，自己做的最好就沙拉去的。我还会你会的那个炒鸡蛋还可以。对，本来说好咱们都一伙儿的，咱一伙儿的应该是好像下面这些人应该是主要的。咱自己怎么怼他了？不要说这个的话，我觉得。咱们应该说说我们一个老战友，一个是一个老的这种兄弟，说王立勤，大力，啊，大力，大力，你看一说这个，大力老装发微信，大力，别发了，大力，仔细听点，你看有杜撰的话，一会儿你可以上来解释一下。但是今天你没话筒，那个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力的事儿。哎，有话筒了，完了，我再不敢瞎说了，啊。
这你看现在这些女孩对吧，又什么又化妆品了，又面膜了，又这个那个了，你说你们这个天天弄这样，我看你们也没一个人比王励勤那个皮肤保养的好，对吧？当年王励勤那保养皮肤保养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对吧？当时有一次，我记得有一天我和大力住一房间嘛，我们俩一起那个晚上睡觉前要洗澡嘛，然后我一看王励勤，我们俩对吧，那我一看我也争不过他呀，我说那行你先洗吧，他洗了半天，我在那等了半天了，等了半天以后我就敲门，我先敲门他又不开，然后我因为已经水声都已经停了嘛，我一看肯定洗完了，我又一敲门，我说力哥差不多了可以让让了吧，没声，我说再不行我进去吧，我一进去我一看大力干嘛抹油呢嘛，身上脸这顿抹呀，我说兄弟你抹差不多了，他说你急什么，我说我冷啊，然后我一看那抹那油我心更冷，我说兄弟这是我的油，所以你说这王励勤，哎，这关键王励勤个还高对吧，手指头有长，这一手油抠一手油抠，这给我心抠的拔凉拔凉，哇，那个马林，那个我这里也解释一下，一个为什么呢，就是主要是我是南方人，可能到北方呢可能皮肤比较干，另外一个原因就你是南方人，没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马林平时舍不得用你知道吗，所以说我替他用一点不是兄弟我主要买，我也知道给你买了，我一看你这抠吧，抠一手一手又给我抠抠，哎，给我抠蒙了，下面咱就要不就请王励勤一起上来跟咱们一起给大家拜个年，但上来你上来可以啊，你别吐槽啊，今天时间不够了话筒就别带了吧，对，话筒大力这么认真大力刚才还说呢，说今天得有提示器，要是那个拜年的话不用提示器了，这么简单的事儿。然后你戴个头，握个手，握个手，握个手，要不你给大家戴个头啊？大力戴头啊，大力戴个头吧，戴个头吧。词儿忘了啊，词儿忘了。没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希望在总局的领导下，在中国乒协领导下，我们一定会把今年的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世锦赛完成好。尤其我们四个是新的教练，一定要去配合好全队，把今年的比赛做好，然后为明年东京奥运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最后，然后咱们也祝所有在座的领导和队员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万事如意。也祝也希望大家更多关注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好啊，最后风头还是被你抢了，兄弟。好不容易有机会拿话筒。还有我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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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些教练们这种调侃也是在为我们打气儿，也是希望我们在今年的世锦赛上用最好的成绩来表现出来。是的，感谢我们的教练员，也祝各位教练员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事事如意。其实咱们这个晚会也逐渐进入到尾声了，但是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没有出现。确实啊，我觉得这位你肯定非常熟悉啊，你哥们儿金左手，外号大蟒。那我们就有请许昕出场吧。采访采访您。采访采访。你在这儿，我以为那个舞台中间呢。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歌啊？魔鬼中的天使。为什么选择这首歌《魔鬼中的天使》啊？在座的这些教练都非常辛苦，我觉得每一个国家队的教练都非常严格，他对我们每一个自己主管的运动员都非常苛刻，但我相信这个是对我们的好。尤其是后面在座的男二队和女二队，因为你们都年轻，十几年前我也非常年轻，我觉得教练对我们严格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些逆反心理，但是他们真正的是从发自内心对你们好，所以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我们
最爱的教练。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你带来这首歌曲。太细的神经割掉会不会比较睡得着，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把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后面荧光棒能不能挥舞起来，太硬的脾气抽掉会不会比较被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虽然去拼凑我们的故事，我懒得解释爱怎么解释，当谁想看我碎裂的样子，我已经又顽强重生一次，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的天使，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谢谢大家，希望2019年在总局和乒协的领导带领下，国乒依然强大，谢谢。谢谢许昕带来精彩的演出。其实运动员的生活就是训练和比赛，今年可以放两天假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休息。是，每一个荣誉的背后都是无数的辛酸汗水，为了捍卫国球荣誉，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拼尽了全力。现在呢，刚刚因为我们有一个节目一直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要再一次请出方博和严安两位到台上完成这个游戏。啊，还有陈静琪。哦，还有陈静琪，有请有请。他们两个谁比划谁猜，他们两个一起比划，我来猜你来猜。好嘞，就有的时候
模仿的不是特别到位的时候，我可以再加一点。开始了吗？可以开始了。开始了。你早说，你早说。我只会学的走路，别的不太会学。这是咱们那个王指导王浩是吗？不是、哎、啊，你学一下那个王浩走路是怎么走的。你有点补充的吗，方博？这个很简单啊，张继科是吗？对，下一个不是教练吗？不是说，所以我想的都是教练。教练队员都有，教练队员都有。这个是那个陈启和邱一可特别爱模仿的，模仿他俩发球，然后两个人学发球。那会儿那个刘主席说，你俩把那个他的发球给我学会了，然后他俩都苦练，然后陈启把发球学会了，然后邱一可把提袜子学会了。啊，那个平台那个常青树，瓦尔德内尔。对，下一个。有没有点有代表性的？关键是以教练为主，我觉得。对对，有代表性，没代表性你可以过。过。好，过。过。过。你们俩小名杨过呀、啊？你们这是。这你来吧。哎，你们俩为什么都不敢？这你必须得来，你必须得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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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这还用想啊？还是走路啊？你学走路啊？这挺多人这么走路呢。妍也这么走路。国乒走音王，那肯定是龙哥，那肯定是。对吧？龙哥不是走音，其实龙哥在某种方，就是某个方面，其实是和舞阳有点类似的声音。舞阳是属于女版的，龙哥是属于男版的，是可能绵羊音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这个再让陈建奇模仿一下。这个是许昕。对。下一个。这到你了。这是我自己，你不用学了。赢完以后还有。不是，我怎么觉得我站这个位置我选错地方了呢？没有机会了啊，应该让我在对面。下一个。这个这个没办法，我太熟悉了，肯定没有。你也可以补充。这个，对对，刚才是嘉义学的小爪发球是吧？小爪发球你学的还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还有精髓。我稍微再给你稍微再加一点。来来，我帮你拿麦。小爪一般就是给你发足球之前往台子中间一骑，告诉你可以往我肚子上冲啊，可以往。完了，把这裤子一拉，然后开始，小爪发球是全。咧得特别狠，因为我第一次跟小爪打多球的时候，小爪发球太晃了，发我反手就往正着跑，那动作确实就属于是，这个确实太晃了，第一次打多球全发我腰上了，全是。好，下一个，你来。过。不能过，不能过。这个不能过。那个这个陈奕迅必须得表演一个。可以。打羽毛球打乒乓球都可以。
对，不用打乒乓球，羽毛球也可以。我最多会学个刘指导模仿，就是那个指导的时候说了几句。可以。你反手跳来看着他接，接个小单脚，正正瞄着他，反手接，正正反拉直线。不是还有打羽毛球的吗？这也这我真不会。这是你可能是咱们刘主席是吗？这个对，下一个。那个头发跟那个王立勤差不多，那个多少的？你猜一下，就是几乎也没有头发的。几乎没有头发。这肯定是马哥的娃儿。你说跟头发有关的，老想起笑指导第一时间。下一个，这个陈晨曦来，方博会。这一般得罪人的事儿，方博都让陈晨曦干。这个已经就学过了，就过吧。这个你可以来个简单版的那个。这个，你必须得来。我见你学过。对，你来吧，直接模仿吧。是。上。不对吧？这是什么？这是女队的队长，是不是？是你是吗？我觉得这个一点也不像。是我过。这个是真不太会。这个学这不太好学。教练还是队员？队员，这岩好像会。那个个子不高，你想想，女队的队员个子不高。女队的队员，啊，何卓佳。女队的吗？他不说是女队的吗？个子不高，然后打球贼机灵的那个。男队郑培峰是吧？女队不是，到底女队那个陈雨欣模仿一发球。陈雨欣，这你猜不出来。朱雨玲啊？不对。这个我就记得，我有时候看他跟许昕配混双的时候，我感觉他抛球的时候那个手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混双一般一站，我看他那手都是这样的，准备就是发勾手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只能学他这个准备，我特别不明白他怎么能把球放到手中间，就是这个手从摄像机的那个角度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个姿势也不太好啊，差不多。这个我确实模仿不来，这个过吧。这个我也模仿不来。不是，都谁都模仿不来啊？怎么都？这个模仿，我想在这里边，我给你们俩模仿一个，让你们俩学一个。这个也是，现在可以反转。对，反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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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边。行吧，我自己不是，别俩都过去啊，回来一个呀。那你要谁？我要陈曦吧，让方博采访。也是怎么说呢，咱也说的太多可能他就明白了，就是我比划一个姿势吧，可能男队的极个别的队员，他组里的队员对他的这个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完了可能对于他们极个别的队员来说，这个教练有点像原来我跟方博对肖尔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噩梦一样的教练。属于完了，一般打完比赛以后，这场比赛他没有打好，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的，他就一个姿势也是属于是这样。没听见他，就一般就是这样，输下来以后第一时间，梁景坤你过来一下。这个梁景坤应该知道是谁吧？这是要挨揍的时候，我知道，这是那个刘志强刘指导。对，这个呢？这个
先找找。这学完一会儿又下去又急眼了。这个确实不太好学，但是我可能我学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这个都是一般特别私底下学的，就是我觉得学他的这种拉球，这个女队的，但一般女队的这个姿势跟这个造型都特别难拿，就是基本上就是选正手吧，这种拉球他这个问。我实在拿不出他这个，他这个属于是驼背在前面了，属于是。然后这个手举得特别高，然后拉的时候得是这样的，不知道能不能。我大概知道这个人胳膊比我粗，腿比我粗。是不是大梦？下一个。哎，这个。下一个，刚才大家也调侃过他啊，就是说，我也不跟你说特别那什么，就是可能，我感觉可能，怎么给你比喻呢？动作上确实不太好比喻。那你就直接比喻动作，不用说了。只能在外形上也不好比喻，就形容一下他吧，就是，可能，他算是在女队为数不多不太敢绞头发的。就是头发特别那个什么，每次我见到他都是，我看看我说怎么最近头发又少了，大概其想象一下，刚才其实前面也已经调侃过他了。朱雨玲吗？对对对，通过这个线索就能知道是你也不容易啊。确实可能奋斗的小鸟就完了。下一个。这个其实少，我不太好模仿动作，但是有时候跟他比赛或者是看他在打比赛的时候，有时候会感觉确实我感觉因为他感觉显得中国队尤其强大，其实我感觉真的有那么厉害有那么冲吗也不一定啊，就是在他输完球以后他经常会就是这种感觉，就感觉哇对方的球实在太厉害了，这质量实在太高了，就被冲的就是左手外国的。波尔，对，还是最好能有一点。这个严可以了，这个可以学了。这个一般就是，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他是真可爱还是装的可爱啊。首先，完了就每次发球之前都是，你可以冲那边换一边，换一边。赢完以后躺地上，现在是躺地上，原来赢完以后也还好，原来以后赢完以后就自己叫，可能现在随着年龄增大，可能现在自己也知道想要一点曝光量，可能戏就稍微足一点。这太明显了，你是在说我。这个我给你拿几个事儿来举例吧，跟他在一起肯定丢不了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比如说跟他在坐一起，不管是什么坐车呀，这个可以陈琦先从动作模仿一下。这个你知道，就是到哪儿就怕钱丢找钱那个。对对对，他自己有一个特点，然后他每次会把兜里装的东西他自己变成一个顺口溜，他每次提醒自己就是手机、钱包、耳机、军官证、iPad， 然后每次下车以后就是他得自己念好几遍，然后他的兜每次都是拉上的，但是他也不行，每次得来回来去拉开好几次，然后自己再找找，完了大家都下车他得最后一个下去，因为他得看座底下都下来了，他也得再找一找，就是属于这样。这个很明显是樊振东，就樊振东这么找。下一个。这个不是特别的，你要不然你来吧。他火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巴拉，哈哈，过吧。过。这个严可以，稍微会一点点，皮毛会。
这是马林的死对头王力行是吧？兄弟，兄弟，对对对对对。好，下一个，没了，非常非常精彩，谢谢谢谢谢谢谢。2019年，咱们最重要的比赛就是匈牙利世锦赛了，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奖杯带过去，再带回来。是的，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有请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为大家做新春致辞。挥别2018，喜迎2019。在这里，我代表中国乒协、中国乒乓球队向全国人民拜年，祝大家2019年事事顺利，诸事幸福。最后，让我们全队以一曲《真心英雄》结束今天晚上的晚会，谢谢大家对中国乒乓球队的支持。2019，我们一定不负众望，世锦赛取得好成绩，来感谢大家，感恩国家，谢谢。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生命里每一次感动，热心的人不用热心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心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心相拥，当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当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谢谢各位领导，谢谢各位来宾。好，祝大家2019一切顺利，2019取得好成绩，啊，一切顺利，感谢，晚安。